你说这秦展见人就杀，要不咱换个游戏玩吧？真怂！要是我，砍死他，吹吧你就。这十年了都没人打得过他，被他瞪一眼也得浑身发麻呀。你就一个新人，也敢来挑战我这个全服第一？你已经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。听姐句劝，这只是个游戏，该放手了。